标题没改到吗？有了吗？有。比较喜欢看不干话的台，那你就是来对地方了。这里就是最不干话的实况台了，没有错啦。你就是来对地方了，嗯。どうしよう、行くぞ。隊長、任せてください。你 F5 看看啊，安，大家安。这一只不解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里很麻烦呢。我一定要拿到一张三月兔，不然我要出大事了。嗯哼哼哼哼。刚应该要把留下来的，把那个教理留下来。哎，你们打比赛是打三四五，对不对？中区比赛是三四五嘛，所以要礼拜，应该要礼拜五晚上我才会拿到牌组。他这里不进化哎、欸，感觉就应该要空进化。等一下这个会爆开，所以我等一下再炸一只出来就好了。我是觉得他这里这只应该要进化哦，他不是打蹲蹲流了，所以刚刚那里没进化，好像还好。这个炸就会爆两只出来，头很痛。谢谢你的动力，谢谢你的 Rock Milk， 感谢订阅，来抽奖了，来抽奖了。可是我这肯定是要下，可是不能炸那只出来，我们只能炸这个出来而已。欧尼杨安呢？今晚奖品抽什么？不是有表单吗？井字号 Dick 啊，不，井字号抽奖就有了。申大人刚刚遇到我。我知道，我来讲一下八点。
覚悟はいいですか。おかしらにゃ指一本触れさせないよ。やっちゃってください。やっちゃってください。怎么死光了？嘟嘟嘟嘟嘟嘟。この戦場に神などいない。女王様。他会不会等下用懒散把我敲死啊？怎么了？やっちゃってください。刚刚有那个有订新订阅的、那个 Rock Milk 想加入 LINE 群的话，可以来这边填单。哇靠！我没有在一只黑针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这边就算拿鸟头会赢吗？鸟头三好像不会，三加四加三差一不会，所以我要架盾起来。这个可以解掉这个，然后神鸟崇高进化，我们神鸟先崇高好了。哇，三月兔太晚来了，这只解一只嘛。这个解一只，进化解一只之后，叫聊天室出来帮我挡一下。挡好，挡好，危险！这不还是极昼主教吗？对啊，你可以去看我有那个。哎，我怎么死的？他殒命是不是？靠！最好是抽一张殒命啊。嘟嘟嘟嘟。你去我 YouTube 看啊 ，YouTube 有做一部这一副牌的。哦，我又把两张牌改了。優しく殺してあげます。我又把两张三一二的那个法师换成白虎了，我现在打起来觉得比较顺一点点。嘟嘟嘟嘟嘟。哦，原来这两天有两个人有填单，是不是？东尼，你之前应该本来也在群组吧？后来你退群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齁，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你有在里面。噔噔，布莱恩，还有雨林，噔噔噔噔。
这个这样也挡不起来耶，真是尴尬。这样子打好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怎么快死啦、啊、我的天，怎么就剩这样子了？我是不是在包子那边闹？我没有在包子那边闹啊，我这个人又不闹台的。是被踢出了吗？不是啊，我怎么可能踢你？我的烂群又不踢人的，除非你来闹事的。我从头到从我开烂群到现在三年了吧，两三年了，我应该只踢过一个人而已。就是来闹的，来闹的就欠踢啊，对不对？明明你最近明明就每天都有来，不是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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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哦，噔噔噔，这里怎么打好嘞？我觉得要心之奔流，哎，奔一下好了。踢谁？我已经忘记他是谁了。很久之前了，我还在天母的时候，不是很重要的人啊。反正就是进来也没干嘛，就整天不知道在攻杀毁的那种，对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也就是不是很重要的意思。不是丢最重要的人了，没重要的人了。我可以打这个加曼纽进化就可以杀他了，对不对？打这个加曼纽。这样等下黑针能赢吗？三加五可以耶，黑针可以赢。三加七。黑针可以赢，他只要杀不掉我，我就赢。没有八卦啊，那就是真的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也不是很重要的人。A3728 OK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个进化，然后黑针踩下去，
六一三盾有那个吗？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炽天使叫很难，很难活。嗯，应该说你要活下来是可以的，只是因为你的终结手段不是天盾，你的终结手段是炽天使，所以我觉得你会赢不下这场游戏。但是如果同样的牌，但是你六一三一样拉五一六的交友嘛，然后五一四的交友嘛，那你就会在十倍的地方可以准时有天盾可以去做斩杀。我觉得是比较有机会的，因为你如果要用炽天使，但是你前面又要放这些大量的虫子的话，你的那个获胜手段会比较难拿到。郭凯感谢，这是先凯嘛？郭凯感谢两个月订阅，谢谢，来当粉子喽，是哦，呵呵。个人的看法啦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。因为这版其实我应该一场炽天使都没遇过，到现在应该有两三百场，可是没有遇过任何一场炽天使。哒哒哒哒哒哒。跳跳跳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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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三五走放老头和盾和一堆降道主的，那这样子你二三费要怎么活啊？你要全靠法典这些的吗？比赛今天可以直接报名了，八点多点的时候开打吧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有些人要打那个中区比赛嘛，所以我们人到时候几个就不管了。直接叫狗狗出来打人哦！这进化过狗狗超凶的，五攻击，冲啊！哇，他超级硬解，你看放二一三是哪个二一三啊？二一三的盾吗？要是你以为这样子你就扛得住快攻，你一定是想太多了。或者是我想太少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好像打不赢的，我等一下一定需要一张加罗罗。
因为我其实一直很想玩炽天使，可是我没有炽天使，所以我一直没办法玩。但我又不想要合炽天使，绝对合了炽天使，人生会失去一些什么东西。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感觉好像合了炽天使，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是要被卡场卡爆啦。哦，好像不会哦。我这边一样先用进化点杀，然后等一下可以三加二，这边也还有四点伤害。不对啦，我其实要被卡场卡爆了，怎么办？分数是还好。我的分数没什么差，失去了1050的层比较差比较多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该怎么办？卡场了。我叫你这只，然后踩黑贞德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行，叫你的不能踩黑贞德。哦，我们叫你这只。对不对？然后再踩一只蓝针下去，这样子好了。来啊，你再来啊！有种你就踩巴哈、啊，哼，你来。然后反安安呢、啊？没有叫了不能踩啊！我刚本来想要叫了踩，发现叫了不能踩啊。踩巴哈的啦，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巴哈最好的时机啦。我场上有三只怪，还有两只隐形的。我如果一只撞掉，会先打两滴，然后踩一只去送头。然后再踩一个银翼，再踩一个加洛罗，就赢了吗？刚刚好六滴。哎，其实我直接踩黑针也赢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直接踩黑针也赢嘞！我算那么久干嘛？直接踩黑针就刚好八滴了，三滴三滴各加一。我就说这套，优开 QQ 龙哦，我赢的场几乎都是赢 QQ 的。哦，他刚剩一滴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忘了他被烧了。嘿嘿，那我没打错。そろそろ殺しちゃおうかな。あなたを導くでしょう。お？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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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也是急走的。可是我不打，我不打野兽，好像会出事。丢三三二下来给我双杀，快点！哎，不能，三三二下来还不能双杀。我刚才在想丢兽机就好了。啊，我刚就是，干，我刚没事，我可以全杀。这样也可以下去啦，嘟嘟嘟嘟嘟，不过这样打比较好了。他还真的给我叫离耶，我的天，真危险。兽机一定下，然后我在想要不要直接叫离，我觉得可能要直接叫离，这样回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有多一只鸟可以动。下回合没有要叫你啊，下回合要打三月兔啊。只是我在想，他如果三月兔的话，我这边叫你，我下回合还是解不完。哎、欸，可以。因为我下回合一定要打三月兔，然后回到我才可以铺一整波大的。白雪，白雪这种小家子气的东西，那该不会想空进化白雪吧？然后扑一只狗狗吧，呵呵呵，快点啊！我在等你耶，空过，棒，太棒了。不露安安，大家记得今天，哎、欸，想说怎么打不下去？今天那个小比赛打完之后，差不多就抽奖了。目前抽到奖品的机会差不多有不知道十分之一吧。如果全部的奖品的话，看晚一点还没有人要帮我加码一些东西。怎么他放这个啊？他放的东西让我迟疑了一下。
通常你是打那个才会放这个啊，你是打偏控了才会放这个靴子。抽奖人要在吗？不用，抽到了之后我会在 Facebook 上面公布完。哇哦，这样子硬杀的哦。但他什么都没有啦，他等一下怎么跟我斗？要被那个了吗？神了吗？没道理吧，他这个不可能吃天使啊，他放了这么多那个，他放了这个东西，他一定是干被黑针了。絶望，给我一个鸟头，鸟头叫你，鸟头叫你。小比赛可以报名吗？可以啊，现在应该就还可以报吧，还可以报。本来之前我都是8点准时开啦，我今天想说早一点开好了。别闹了吧，兄弟，比我再踩一只是不是？我再踩一只好了，他已经是 ，Oh my god。好，再踩一只。点头，然后再踩嘛。抽奖人不用再。阿修安安，比赛是这个。素晴らしい腕元。やっぱり勝てるわけないじゃない。
护符，护符大集合，先打 TWP， 加油啊！希望周末还能看到你啊！啊，不要说周末能不能看到你了啦，这样子讲好不好？你如果没有打进去，还是可以来现场啦，好不好？反正都在台中了，该来了吧？一张牌，一张正常一点的牌都没有，真是尴尬。我这边可能要叫一只这个出来。不然就是叫这个出来。然后等一下打三月兔。直接叫这个出来，然后想一下哦，反正我一定要给压力嘛。没有没有，你 T 五来个大的，满满的场，然后能动的东西三只，你还要送一堆掉，你才可以再打小骑兵。我们这样先给个压力，他等一下会交进化点在那个老虎身上，对不对？他进化点交在老虎身上去接我这只之后，我下一回合再用。怎么跟我想象不太一样？哦，他进化错只了，他进化错只了，他进化错只了。他如果进化这个的话，就长得不太一样了。那没防小骑兵啊！嘿嘿。然后等一下再，我等一下再加罗罗再一只小骑兵，然后下一回合一加六。有一只怪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天を担ぐ、愛と担ぐ、牛逼！比赛是八点开始还是八点三十开始？大概八点二十吧，八点十二十的时候。我真的觉得急救主教不差哎、欸，没有到这么差。私は天空の覇者、ダークドラグーン。哇，我想要一张三费的，或者是一张一费的。其实这个最好的骑手就是一费，一费有，一张护符，二费，
二费看他是什么，他是慢的就打兽机，他是快的就打利诺或曼纽这种的。那其实以龙来说啊，他就是慢的，他是偏慢的啦。你看这边如果前面有天球的话，我们的那个就会好很多。噔噔噔噔滴滴滴滴。尴尬。很尴尬。好。冲了，就这样子了。等下打二加二。斗姐安安呢？你每天这样子问，是不是有点像 AI？ 对啊。什么脆敌书？你才脆敌书，你全家都脆敌书啦！哇！欸，白痴欸！哦，可以。我最用心之奔流可以解。我没有用心之奔流，我解不掉他那个怪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或者是我要用圣兽白虎。你们觉得我要用圣兽白虎解，还是用圣兽加隐逸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可是这样子。可这样下一回合我又打不出，不是啦，我又打不出那个了啦。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又不能打三月兔了啦，白痴哦。那其实我们可以打星之奔流。给他来一个大碗的，来喽，大碗的来喽，大碗的，大碗的，大碗的。我要帮他爆开那个，欸，他用这两张解这个吗？扣两滴哦，还是你还要喷火？扣两滴，来扣两滴，然后等一下二加四，哎，不解那只是不是？七刀不解那只，哇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他为什么要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
刚本来想说我直接进化十滴，再加懒散他就快死了、欸。不要啦！喂？喂？鸟头？可以当懒将军有屁用哦！蹲好，蹲满。不要再一次就好，拜托。不要啦！你有没有那么气啊？靠北。聊天室护驾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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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只，他有两只火焰蜥 ，Oh my god！到刚刚那个要打哦，哎，八点了，赶快来报名吧。今天下午为什么我没有开台？人家下午去弄了个发型，想说最近要播比较多比赛，比较常在外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弄个啊帅气一般的发型。干，怎么饿饿饿啊？他在说我很饿吗？这边要丢慢牛、哦、为什么要丢慢牛？因为他的那个喷火喷不死，用了也没多帅。你是不是没有被变过？我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
我怎么手上什么有用的东西都没有啊？他到这里，现在给我进一张三月兔，我就原谅他。进。这只就是那个了 ，HITSU。JIYAKI 八就是你的，冲，救我，保护我。Hitsuyaki, help me！ 哇，死了。立马就死去了，有点没用。四加五等于九，九加二，四加五等于九，九再加二等于十一减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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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要被 Q 了！这场清白好差哦。比赛是比赛。想喷死我的懒散天使，哼！跟懒散等一下就要死了，怎么办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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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三月兔，虽然我也不知道拿到三月兔可以干嘛，可以干嘛？我现在也不能干嘛。射脸，然后剩六滴，然后这个再撞一下，剩五滴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原初的火炉を教えてあげます。触れたいのです。
无敌奥斯摩虫，感谢来当分母。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加倍。我没有，我现在里面没有放猪牛啦。没有放精油要怎么牛？磨磨磨哦！蛋蛋嘞，你要不要？你要用开克斯还是开 Skype？ 啊，靠北，我今天忘记那个了，结果还是人数还是超过32个，怎么办？我后来都配合他们都用 Skype 啊，可是 Skype 真的好难用。可是你们用课时又会卡。我马上在。噔噔噔噔，我们大概20到25分开始吧。你就大概看能不能报到48个吗？16 32 48 64，对，48个。你限一下48个好了，反正都过36个了。目前40，缺几个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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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想当抽奖仔，就抽啊，就定啊！定起来，定起来！你有几套包覆社会的牌子需要吗？不用啊，我又不想包覆社会。等等啊！不要一堆一哦！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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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只有打这个回去才会。可是真是尴尬。妈的，蛋蛋不接电话。为什么今天弄完头发好想睡觉？是不是我老了？卡萨内哦，噔，啦啦啦啦，可能是因为枪弹没破完，应该跟那个我没关系吧。
哒哒哒哒哒。就是。出し惜しみなし、全財産ぶちまけるわ。どうぞお覚悟を。怎么又是？我一换这个就遇两个皇家，头痛。我火遁欸，所以他不是无脑皇，为什么刚刚不进化那个？我也不知道欸，他可能觉得他不需要那个东西，他也能够屌虐我，我可以先争。这是什么黄啊？控黄哦！哇，我的牌是有点尴尬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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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控控控控控，控控控控控，漂亮哦！我要红灰把它挥回去喽，然后让它爆牌哦。爆牌咯，你再抽啊，拿，我没有伤害，我整副牌现在伤害一张牌都没有来啊，他爆一张新爆了，赚，然后他现在就先杀一只，不要啦。再让他再爆一张新爆哦！你看他如果再爆一张新爆，他就投降，我骗！再爆一张，嘿嘿。还没洗头，两天不能洗头。等一下那个，我就直接到礼拜天，然后到现场去给大家纹，好不好？这样不喜欢是不是？我都没有伤害欸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欸，我好像根本就不该，我打错了，我刚刚乖乖不要打，我下回就能赢了。我乖乖的拿那个喷他，下回合就直接赢了。
八费我就可以开爆了。完了，这样打得赢吗？可以啦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要太紧张，你们一定担心说我等一下凑不到那个伤害，对不对？跟你讲，一定可以，还要再来一个聊天室欸，肥宅，像这样。这个也可以啦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哪一个？刚好七点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42，还有人要爆吗？没有的话，要开始啦。噔噔。